啊，这些年呢，说相声，说好相声，挣了些钱啊，经常外边去卖，挣了些。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说的我直冒冷汗啊！我出去卖什么去了？卖艺。我还以为卖艺呢。卖艺说相声嘛，这是别的手艺没有。哎，挣了些钱，嗯，买了大车了，买了大房子了。哎，跟这个于谦于老师楼上楼下这么住着，我们挨着。嗯，两家都请了保姆了，两家的保姆经常在一起啊，说话聊天。嗯，因为也经常能够遇见，同行同业的，买菜遛狗啊，嗯，能够遇见，是在一起聊天。于老师的保姆先跟他的保姆说话了。嗯，大姐，大姐。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啊，是太太，是太太。这说明什么意思呢？嗯，于谦于老师的夫人常被嫖小姐呢，这事儿比较多。什么话呀？这都叫，这都是人话呀？这个啊？怎么了？这听着都牙碜呢，可能。就我们嫖婶儿。哎呀，也不会找。嗯，事儿多。嗯，经常啊吩咐人干这个，嗯，要求人家干那个，人家只能说是太太，是太太啊，是太太。哎，他的保姆也说了，说什么？你那算什么呀？嗯，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什么？不，先生。不，先生，去玩去。胡说八道。怎么还怒了呢？没怎么说过这个。嗯。给你师娘见天跟家待着，没有机会。嗯，郭老师说实话，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你捧了这些年我跟他学了不少知识。客气了，站在台上给大伙说相声。嗯，其实啊我的本门不是说相声。你等会儿吧，来这么些年你潜伏，你这是啊，一直隐藏着的。你不是说相声的？当然了，有很多东西我都比你强。你这是吃了什么脏东西了？怎么了？我没明白，你除了说相声你还能干什么呀？多了，譬如唱戏。不，先生。我又没有对你，这个我不老相信的。嗯，不是很相信。我唱戏唱得好极了。真的呀？比你强。我你瞧，这哪说理去啊？真的比你强。这年头管孩子多难呢，一不留神就超过了我啊！弄死我！嗯，比你强多了。好好好。哎，知道什么戏比你强吗？那我们得问清楚。像什么京剧啊、国粹啊，这我们都不来，知道吗？国粹我们不来。我们呢，来的比较好的。那谁催你呢？你咋催我呀？啊，姓郭的不催，谁催呢？姓王的脆呗。啊，那就你师娘急了呗。国粹我们都不来啊，京剧不唱。嗯，我们唱的比较好的什么？河北梆子。河北省的地方戏曲。嗯，知道我在哪唱吗？在哪里？山东。你应该上越南啊。我上越南干什么呀？这河北梆子写出来是河北省的地方戏曲。嗯，上山东唱这不挨着呀？山东人也听河北梆子呀。哦，山东离河北比较近。那倒是有这可能。嗯嗯，山东枣庄河北梆子豫剧团。你等会儿吧，你这越说越不像人话了。怎么了又？倒是豫剧，倒是河北梆子呀，都唱啊。这俩团并在一块儿了啊！呵，你们这行太不景气了啊！好约演出啊！好，这是一个剧团。是是是。哎，我唱主要是唱河北梆子。嗯，河北梆子。嗯，对我可能这个艺名不太熟悉。哦，你还有艺名呢？当然了，岳云鹏不就是艺名吗？不是。你好好说话，我们尽量用国语交谈。哦，说的就是国语。嘿，提起啊，提起我的艺名来啊，说一说吧。先给你提另外一个人。哪一位？天津有一位银达子，听说过否？那可是前辈了。嗯，他叫银达子。哦，您叫铁达子。下雨别出去长锈。那没事，那是我的师哥。银达子活到现在够100岁了，是你的师哥呀？啊，其实我的年龄一直在隐藏着。
84岁了。哦，正是坎儿啊。嗯，各位还来着了啊，比你岁数还大呢。真的呀？那是啊。那您显得可够嫩的啊。太嫩了，我都想给你点钱了。嗯，不要。嗯，对，要了就是性质问题了。通常给钱后边就比较麻烦的事儿。好了好了好了，说点正经的吧啊。确实啊，您达子那是我的师哥，嗯，我叫铁达子。铁达子唱戏，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擦桌子扫地，替师娘喂孩子，这我都行。你不光隐藏了年龄，你还隐藏了性别。哎，那今天是个好机会，什么都行，同着大伙儿喂个孩子看看吧。您把我师娘叫来吧。那还用你干嘛呀？替师娘喂孩子，这都行，真的都可以啊，都可以。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嗯，我主要唱的最好的旦角儿。什么旦角儿？谁呀？我。你要死啊，你这是，你从上到下，你除了长得像个蛋，你还能哎，这位同志，你都改同志了，会说话吗？我说了怎么了？这个什么叫长得像个蛋？咱俩不一样啊。风格有差异，你那是模仿，我这是原装的纯蛋。这么说你是唱旦角的？旦角妩媚吗？你看见过我唱戏啊？哦，这是你的观众？那是啊。你就一个观众？多着呢。哦，比较妩媚旦角。嗯，你怎么样啊？我们倒是说相声都得学。我听说过你也会唱戏。学过，但是一点皮毛而已。那没关系。嗯，哪天吧，哪天上我们家。别上我们家，我搞搞你。不呦，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啊，哦，你那意思改天要给我们大伙儿展示一下您的艺术？对啊。别哪天了。怎么了？你都84了。嗯，不定哪天就完了。选日子不如创日子，怎么样？今天就挺好。今天在这儿给大伙儿唱出戏，你看怎么样？唱一回？嗯，不好。为什么？为什么？跟我配的人没有来呀。你非得等28月吗？脑冒来了是不是？不，什么叫配的人呢？跟我配戏的人没有来，他们都已经被捕了。就我个个儿，我怎么唱啊？好字眼儿，还过个儿哈。您要是能看得过去的话，那今天我傍您一出怎么样？咱们两只人唱一回。哎呀呀，两只零一个，你算两只。嗯，咱们俩人唱一回，可以吗？你行吗？我主要是看铁达子嘛。你是唱什么的呀？我们说相声什么都得学，嗯，生旦净丑都得会，但是不是专业的，那行，关键是看你行好吗？行，咱们唱一出河北梆子。河北梆子好极了，你挑戏吧。反正我挑戏啊，我专业呀，我会一万多出了，恐怕你会不了这么些。我有药。你有病吧？你吃多少我有多少，我有多少你能吃多少吗？ 这有水，就预备吃药用的。这谁台上搁两杯水，这没影的事吗？别废话啊。你要死啊你啊。谢我是不是？谢你还没收费呢。嗯，行，唱一会儿。我会的戏你都不会呀。哦，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听过吗？要有这个戏，河北梆子何愁不振兴？一个光戏看看寡妇也好。一个光棍畸形的一宿，听过吗？哦，这是上下本儿，这你都没听过，所以说你挑戏吧，好吗？那寡妇要方便来回也行。啊，不方便，因为那是我演的。好吧，我们唱点传统剧目。好吧好吧。嗯嗯，有一出河北梆子叫白蛇传。
好，好，就唱这个了哈，真会挑戏啊！你瞧瞧，《白蛇传》，这是一条大长虫。这角说话真雅趁，一条大白蛇啊！行，就来这个，我来白蛇，怎么样？我旦角吗？啊，你来转。我晕车，我在吐了，没关系啊，啊，没关系，什么就没关系啊？不像人话，怎么呢？你这时候会不会？当然会了，白蛇传，白娘子，白贞素啊！哎呦喂，搁点大油吧，贞素受不了。不是贞素吗？贞素哪行去啊？素贞，那不一样吗？那能一样吗？白素贞，你来谁？我来许仙呢。许仙，姓许，名仙，字三多。要，你来那个。我就知道这许仙长什么样了，这都。这王宝强似的。你来许仙。我来许仙。不好不好。我来铁仙吧，我就。不好，有这模样许仙吗？你这模都白娘子了。你别许仙了。啊。你发孩。咱俩发小吧。你发孩，哎，我来小青，你追求我，哎呀，这，不像人话，这都知道吗？这不行，这出戏看来您不清头啊。换一个吧，咱们来一出秦香莲怎么样？什么戏？秦香莲？不会，对，不会，你那么兴奋干嘛呀？就仿佛要会似的，那管个蛋用啊！说话龌龊，龌龊，龌龊锅就是你。什么嘴那是？龌龊锅啊！什么嘴啊？猥琐鱼龌龊锅啊！我们老两口子合适，整合姚行啊！秦香莲怎么样？不行啊！那你来谁呀、啊？秦香莲，我来包公也行啊。你那哪行？这模样，这反正是挺黑的。什么话这叫？没有合适的。再说我来秦香莲。也没有那个那俩小孩啊，哦，是不是？我看张德武、刘源还没走呢，不行，刘源、孙越一人来一个啊，换一个吧，再换一个，换一个，我可会的不多，嗯，我再说一个，如果说你要不唱，嗯，咱鞠躬下台，别捣乱，好吗？行啊，行，分河湾怎么样？什么戏？分河湾，鞠躬下台，哎，真不会啊，怎么了？你这个人很诚实啊。什么戏？分河湾。分河湾呢？会不会啊？哎，我以为分河湾呢。哦，我给说错了哈，我给说成分河湾了。我听成分河湾了，你说。哦，那咱们就来分河湾吧。行，来分河湾，好不好？啊，行，来吧。哪儿就来？你等大夫呢？是怎么着？唱戏吗？是唱，怎么唱法啊？你说呢？咱们得分分人物啊。还有人物呢？你以为这是风景画呢？嗨，那行，来吧，分吧。哎呀，宝贝儿，你晚上是没少吃，真的啊。来吧，分吧。这里边是两个人物，嗯，一个老生，一个旦角。我来旦角，你来老生，你行吗？身体？老生够呛，偶尔还行。计划生育，旅行 啊，是人话吗？怎么呢？唱戏的老生行当嘛。带胡子的男人，嘿呦，解释的真透彻。我来旦角啊，行，这个旦角叫柳迎春，也叫柳银环。柳银环可以吗？我来，你来这个啊，嗯，那我来这个薛仁贵。薛仁贵，老生可以吗？柳银环和薛仁贵什么关系呢？哦，这是夫妻二人。啊啊，夫妻二人，两口子。我告诉你，姓郭的。就这么一会儿，知道吗？唱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甭拽着我上你们家去，我不去。你当真的了，孙子？可不唱戏吗？我往家弄一这个，他们又说我买藏獒了。别废话。咱就唱这个，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极了。嗯，哎，坏了，坏了！你这怎么老贴饽饽是怎么着？你这坏了，什么坏了？坏了，买新的。不是，
您这儿剧场有帘吗？干嘛呀？什么帘啊？咱唱的夫妻戏啊，不带睡觉的。龌龊锅吧，弱智月。哎呀，要亲命了！我今儿得死在这儿，我告诉你们。不是那个啊，哪个？不有帘儿吗？唱戏呵，拉上了又拉开了，那个帘儿。您跟阳台上唱惯了吧？还拉个帘儿？大幕？对，大幕。我说大幕，怕你不懂。这种舞台，这属于是开放式的、古典式的，不是你说的俱乐部那个镜框式的舞台。嗯，这个没有，没有。话又说回来了，搭桌子分出前后台来，咱们都有办法，做比成样，比划一下就是了嘛。那也唱不了。怎么呢？那也唱不了，因为我出门啊。出门的时候比较匆忙，我没有带着装过，所以说，哎呀，这个点人家关门了呀！啊，再一个你还有气儿呢，你救活一会儿。不是你不明白，嗯，装过就是你们的行话，管那叫兽医。那我没说错呀，还是死了呗？不是，就舞台上穿的花花绿绿的，你穿这个烧也行，完事看不出来。不是，装点秀一大煎饼。然后有鸵鸟啊，皮皮虾呀、啊，哎呀，带鱼呀、啊，跳蚤啊，好外国鸡这是啊，就那个，您说是唱戏的衣服是吧？啊，对啊，那可不叫寿衣，那叫行头。我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我不懂。嗯，我明白这会儿时候你母亲还没结婚呢。爸爸，您说什么呢？说唱戏的事吗？来吧。好了吗？行，那没有服装怎么办？怎么办呢？我觉得做比成样就可以啊，就穿这个就行。分出男角女角来就不错。那怎么区分呢？哟，这还真是个事儿了哈。您现在是个男的，但我马上我一会儿也是，我马上就要成为女的了，是吧？那我化个妆吧。那现改刀可来不及。我化个妆吧。你上哪儿化妆去？你等等呢。我等不了。你别走了啊！你别死了就行啊！不要了亲命了吗？这不是啊？啊！哎，没等唱他回来了啊！你这是把哪个孩子的戒指拿来了？这是啊，要了亲命了！来，谁把这端走？你别走啊！别走！嘿，这色儿，建国30多年了，见不着了。我告诉你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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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般用完了之后得洗，你知道吗？什么？这是孩子用那戒指，我看。说什么？听不见了哈。儿子哦，哎，就这样吧，我带你找黑猫警长去。哼，一只耳啊，怎么着？挺好的吧？那边也知道吗？好吧，哎，你就这样了啊。嘿，好，等，这姿势比划的是真好看，谁二谁知道啊？好，这边等你了，看见了，来，都参观参观吧，啊，看看吧。哎，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别先丢着啊，抬头，哎，挺好，嗯，好了，这就差不多了是吧？他说什么？他说我是芙蓉姐姐。啊，芙蓉姐夫，你可配。你们老两口子这儿碰见了啊。咱们把桌子搭一搭，分出前后台来。分出前后台来，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好，好吗？好，来，谁搭呢？你来。行。咱俩来吧。我这桌子怎么坐的？这是啊，我们还需要一把椅子。需要一把椅子？在哪儿的椅子？ 那怎么着？谁去搬呢？哎呀，我去搬去吧。合适吗？不合适，你去吧。我去搬去是吧？我去搬吧。我来吧，我来吧，我去吧。这都我发明的，你是？嗯，好，搬个小椅子来啊，行吧？这个行，可以了啊。来这个，好极了啊！唱戏吗？来吧，咱们就开始吧。现在开始，现在开始。哎呀，这儿就是上场门的九龙口，好，好吗？好，这头一场是你先上，嗯啊，嗯嗯，你是唱搭调，哎，来吧，啊，唱什么搭调？搭调啊，搭调，
这有买的你就弄走吧，真的。是不是你让我唱大调的？你逮着理了。怎么着呢？大调不让你跟这上调啊，你得唱丁山儿该来了啊。老词儿啊？就是老词儿吗？从这儿唱啊？你以为打开天辟地来呢？嗨，嗨什么嗨啊？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回了村儿啊，这不像话，这个你不像话，你这是河北梆子呀？那怎么着呢？那挺像河南大平调似的啊，河北梆子大调吗？你不会呀？啊啊，谁不会呀？不是这很简单吗？不是这么唱不行吗？这么唱不是特别合适。那怎么着呢？啊，这是很简单，这你给我们来一个，不是怎么还得我来一个？你来给我们听听。不是这很简单的河北梆子旦角的大调吗？嗯，丁山儿啊该来了啊，就这个吗？好听吗？比你那好听。您这有韵。哟，你那不韵呐？那你瞧瞧去吧。你干嘛要死啊？你这是让各位瞧瞧，让各位评评理啊？怎么了？我捯饬的这么漂亮，这么仔细，这俩字儿你会写吗？你还没说有狗狗有丢丢呢，还仔细？你拿这个挡着我像话吗？哎呦，糊涂！嗯，这不唱个戏吗？这边叫出将，这边叫入相，这边叫小边，这边叫大边，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下场门咱没有，做比成样，我拿这挡着你，这好比呀、啊、就是门口那门帘儿。哦，这是门帘子呀。您睡醒了，你以为呢？嗨，我挡着是门帘子呢。行竹帘子呀。怎么呢？行凑合吧。准备好了吗？来吧。好家伙，真费劲。丁山儿啊，接我呀！我就没带铁的就完了。怎么了？我又不是你这手干嘛呢？你讲不讲理？我怎么不讲理了？我问你，嗯，你这什么呀？这门帘子。我扶点门框。走。你们家肉门框，唱不唱？唱。过。
当，个啷当里个里个里个当，个啷当里当里个里个当。会长，会唱，唱唱呢？要了亲命了，这唱呢？唱戏呀、啊，该我唱了。废话，咱对的词儿吧。我都没听说过怎么唱一半对词啊。对词，你师父跟我师父教的不一样。你师父黑社会的。我师父没了，跟我师父教的不一样。咱对词吧，这个词头一句他这个不是这是最水的词，最普通的词，就这几句老词有什么可对的？什么词呢？我头一句这个词是我的儿汾河湾前去打雁。现背呢是吗？这是第一句。对呀、啊，这个第二句跟头一句它不一样吧？多新鲜呐！第二句这个词儿，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好记性。这个第三句这个词儿不好。哦，第三句词儿应该是计划生育真是好。这这这这，他老说不好听，胡说八道，不像人话啊！不好听，讲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呀、啊。完了。怎么了？得亏对的吧？怎么了？您这是第四句啊？第三句。第四句。第三句。第四句。第三句。四句是？哎，一句不会啊！啊？第四句什么词？等我儿他回来，好把饭餐呢。这个餐是？吃啊。吃餐。一样啊。来，明白了吗？开始。当里个啷当里个当个啷当里个啷滴当个啷当里个里个里个当，我的儿。汾河湾前那去打雁，弄死你都不多。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江山儿我坐之在摇了门那一里。来喂，外边热。废话，热也得出去等人呢。要了门那一外，等我的儿他回来，好把饭安吃。吃这餐，你不是吃餐一样吗？那就得说餐。依你啊，依着我干嘛呀？吃西餐。哎呀，这个馋娘们儿，这是。哎，该我了，打家伙嘛。缺德钱真难张嘴，我告诉你们，当还带着电锯呢啊！一里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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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当里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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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当里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里个，等什么等？怎么了你？你这作死呢？你这，你说于谦的吧？什么话这叫？我这一劲儿跟你比划，差不多，差不多了。您这什么意思啊？我是告诉你，过门可以掐住了。可以掐住了？你以为？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哇！拉七回，你可一宿没睡觉啊？啊，该吃点药了你啊！来，里根里根的，一马二里。汾河湾含羞带愧心思见错安学人贵尊世太短见凋零见舍万痛安命然黄泉正催要马来用六十女后影好像刘云欢帅钢脸下了马见了大嫂李大哥先大嫂亲来见礼
出来这么一句，这是啊。当里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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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早起来见礼呀，讨厌。这娘们认生，大早起来见礼呀，讨厌。歇我六回了，我都恨的是没歇死你。怎么了？说话我这跟你见礼呢，你不识茬，你跟这美什么呢？什么词儿？等老主公呢是怎么你是啊？啊，你得说话。什么词儿？还你不会啊？谁不会啊？啊，忘却了。哎呀，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呀？老词儿啊，老词儿不告诉你也知道啊。来呀、啊，打扫亲来见礼呀！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你？我们这个梆子团有河南人啊。这叫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一个都不认识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但不知君爷问的是哪一家的？就是那刘银花、哦。要下蛋啊！你问那刘银花么？真的是他洗澡去了。去你的吧！据我所知，现在已经十点半了，马上就十点半了。从七点半开始，哎，我爱你。从七点半开始，演到现在十点半，你看这都十点半了，三个小时的时间了。我相信有的朋友已经累了，啊，武汉也有空座了，有那么几个空座，估计是你先回家了。嗯，没关系。有的朋友说，你今天是第三次出台了，为什么？因为……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就好挣钱。我第三次出现在舞台上，为什么？因为第一，我颜值高，高。第二，我谁退票？谁要退票？退去呀！票房早下班了，退去呀！我看这一片还要退票，你们买票了吗？这一片，来了，真有意思，还退票，退不了啊，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想怎么样都行，就是不退票。你要觉得不过瘾，比如说你可以包我，我觉得我可爱，我乖，你可以包我，那就随便了，对不对？我看谁说两分，我看谁说的两分。讨厌，不要不要不要瞎喊了啊。因为我红，因为我膨胀，最近确实很红。那个你看我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包括唱，我最喜欢唱。真的，我最喜欢唱。像我们后台其他的演员都不行，包括我师父郭德纲唱的不行。真的，唱什么都是戏味儿。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师父上夜总会，上那个KTV， 这样解释好很多，就是 KTV 去唱歌去。我师父点了一首歌叫 Superstar， 听过吗？啊，他是这么唱的：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这英文这是什么呀？这是他不认识，所以说他不会唱。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现在可以，各位可以去。这你笑什么？郁什么？真有意思。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您可以。你是电，
你是光。你看，摆平了，你看，不敢言语啊，不敢说话了。岳云鹏，我觉得你的表演风格越来越便宜了啊！没必要说这个"便宜"这个词儿，就是而且在这个台上，是你是找不开零钱了啊！你刚才说什么来，让我听见了啊？就是不行啊！我怎么就不行了？你不要听那些女演员瞎说。我没提女演员的事儿，就说您唱的不行。哦，唱的呀？啊，那个。无所谓的事儿啊，因为这个这人就不一样，术业有专攻，有的唱得好，有的唱得不好，这个很正常啊。啊，你说我唱什么唱得不好啊？就是太平歌词啊。你要死你啊！你要说芭蕾舞，我是来不了，太平歌词我还来不了吗？来不了啊。不是，打你还说河南方言那会儿我就开始教你啊，到现在怎么我不行了呢又？嗯，我现在也会河南方言啊。哦。你说了这些，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我唱得好啊，我想跟您唱一回。怎么了？就这意思啊？听不出来吗？真有意思，叱咤江湖多少年了，这都不懂。我也是岁数大了，我跟你说啊。咱俩合作一回。谁呀？咱俩。你要跟我唱太平歌词啊？哎，你说的真是人话啊。行吗？你还会唱啊？会啊，因为这太平歌词是说相声说学逗唱里的唱，嗯，哎，我们必须得会这个。你演员在台上，一个是要会太平歌词，一个是要会那些个开场的小唱，各种小曲儿，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会的啊。嗯，这也是从小在我跟前长大的。那你要愿意唱，咱们就来几句吧。你别太多，咱俩唱一西厢，好不好？西厢，好个屁，我不会。这个货呀，我告诉你吧，树叶过河全靠一股子浪劲儿，知道吗？这是个谚语，看见没有？歇后语，树叶过河全靠浪。你怎么能不会呢？这我是那个树叶吗？你是那个浪啊！可这个都说出来了。西厢是说相声要会的，嗯，群唱的小曲儿，整个用各种曲牌连起来，大约要唱全了一个半钟头，啊，而且这也有，你也甭好，这太多了，而且这唱完天都快亮了，炸油条的都出来了啊，啊，可以掐一点，大伙儿尝一尝。可是你要不会，我没关系啊，啊，我叫人呢，有人 啊，这也是个技能啊，哎，来人上人，会唱西厢的上来一个，唱西厢有的是啊，啊，来来。来儿子，真正的德云一哥，我跟人家比不了啊，人家根正苗红啊。来来来，我认识这俩啊，我得给你们介绍一下。别客气，快来来来来来，那个这个矮，让他来这啊，给你来这个，快来这站这儿啊，这个更矮。哎，对，你都没个师哥的样啊。这个是我大儿子郭麒麟啊，这你们都知道啊。自从他减肥成功之后啊，我天天打开微博呀，一万多姑娘天天跟我说，爸爸您要注意身体啊。也不是从哪儿拎的，这是啊，这个既是我徒弟又是我的干儿子啊。想当年最小的时候不点小孩，就是那个留小辫儿啊，那个京剧神童陶阳，现在长大了，艺名叫陶云胜啊。嗯，你师哥呀，说唱西厢他不会，他不会，他把你们俩叫出来，咱们唱几句，让大伙儿尝一尝啊。咱们也不会啊，那咱们走吧，事儿不早，咱回家吃饭去吧。一台不要脸啊！什么话这个啊？你还把我爸放眼里头？这，你不要给说实在了，这点事啊。西厢啊是，我就兴奋太大了。这西厢是群唱的小曲儿。嗯，什么叫群唱呢？德云社演这个，好几百人搁一块儿唱，因为这里边有主唱、单唱、拆唱。半唱什么都有，要光我们仨人也太单，这人也不够啊。那怎么办？你说你还我给您叫一帮人，叫几个半唱的吧。半唱的，哎，有没有半唱？半唱有没有黑鸭子？来，黑鸭子。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啊。半唱有没有半唱的？来来来，何苏的，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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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二十人就够，多了不用。哎，闹腾的啊。哎，这个
就尝一尝就好啊，这都是我徒弟们，都是啊，来快来快来，都站好了。对，行，那个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唱一点点西厢的小曲儿，那我呢，他们伴唱。哎哎，你看你找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好不好？好好，再见啊，再见。咱们这样吧，因为都唱全了，一个半钟头也犯不上啊，怕人也听腻了，就掐一点儿。别来架子曲了，就是那个梆子佛吧。好，一人一分梆子佛，我唱太平年，后边来几句云苏调，你们跟着一块合书就行了。梁晓坤带着板的吗？来，打板就唱，开始。来，小琴童不消停，手掌着灯笼走进了房中啊，相公啊，怎么样？功名就如山中哎，小琴童把话明，尊了声相公，您了人家听，明日啊，怎么样啊？明日就早登城，早为登城，早为登城，亲内通说话欠点聪明，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太平年啊，美貌的娇妻火化饼，年太平啊，不该来结束就在普救寺中啊，来只在花园啊，我们两个两相逢，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太平年啊，说话之间敲楼起了更啊，年太平，这是太平年。接下来云苏调，打起精神咱们一块儿。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渡来送行啊，办案人赠我上了伯龙马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杏花影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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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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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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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相记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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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行，都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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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云鹏啊，行，由于又是岳云鹏安排的，这段还不错啊，唱的不错啊，唱的不错，你学会了没有啊？为您点赞。哎呦，我学他没有用啊，我又不挑班，啊、什么话、那个、怎么一点追求都没有啊？挑不了班，这挺好啊。那个咱俩唱一个太平歌词吧。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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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满足岳云鹏的这个愿望啊，因为今天是20年大庆的开幕式演出、嗯，这样，
在唱《太平歌》之前，我有个建议。您说，咱们两个唱个评剧怎么样？评剧？我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你这要死的样儿，你这演技很尴尬吗？哦，我不会没关系。怎么了？我给您叫个人。嚯，你有找人的能耐啊！当然了，唱评戏的。哎，还有唱评戏的啊？有没有会唱评戏的？有没有啊？完了，没人，就是你吧。呀哈！你用那个矮的，哎，何苦为难自己？哥呀，你上这儿来吧啊！这都认识哈，你潘大爷，我大爷，大爷，潘大爷啊，不带骂人的啊，没啊，那个您来了啊，嫂子来了吗？来了吗？来了啊，你四下撒嘛哈，闺女来了吗？来了吗？啊，来了，来了啊，来了来了，闺女叫潘阳啊，可好看了。一眨眼他都当了妈了，是啊，没错，就这个玩意儿，你倒是不嫌老哥，真的，逆生长，我发育的还不错，那就好啊。有人在外边问我说那个俩老炮台上聊这个，这你让我们也嫩一回啊，对，你让我们也我们爱说点这个啊。那个潘哥，我们跟别人交情不一样，我们俩都唱过戏，对，都是同行啊。那会儿潘阳小的时候，我最爱潘阳一句话就是：“闺女，我跟你爸爸谁个儿高啊？”“你个儿高。”孩子傻实惠啊，这童言无忌真是啊。但是这么些年来，我这看着你怎么比那会儿还矮了又啊？有吗？你看他穿个内增高还这样，我还特意穿个平底布鞋。谁？咱俩把鞋脱了，看谁穿内增高。你别，你脱鞋我都看不见你了啊。那个岳云鹏说要唱评戏，他不会，咱俩唱一个吧。啊，这样啊，因为我跟德刚，以前都唱过评剧，对，都演过小花脸，对。那个月月呢，他可能听评剧听的还是少，他听的少，我会唱，他会唱啊，会唱吗？评剧来两句，来两句，来两句，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只想曾经相识，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许。你可以了，你够了，孩子，可以了，可以了，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你唱的跟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我们说的是评戏，知道吗？我唱的是评戏，多新鲜啊！那我们俩聊天，你也别闲着，你不是能找人吗？啊，你去找俩拉弦的来啊！找俩拉弦的，哎，有没有拉弦的？哎，会拉的可有的是啊！不是，你说清楚，你得出音儿才行。说清楚，拉什么？哎，拉。拉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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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跟这边坐着啊，这边这个其实我好些年不唱了，您有日子没唱戏？我有35年了，差不多没唱。真的呀？嗯，要不咱俩走吧，真的。对，上来了多丢人呢，好几十年不唱了，就跟俩外行是一样的、啊、对对，差不多啊。但是弦都来了，钱我都花了，也不可能再退咱们了啊。那个要把他人撵走，把弦留下。哎，对，还是你比我会过日子啊。那你唱几句？这样，我唱6句屠夫状元里的一段、啊、完了你呢、再给大家再唱几句，别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我们这唱戏啊，这个分官里和官外，没错，以山海关为界限，官里官外。我是典型的就是官里的唱法，他是官外。所以你听他那个音乐旋律啊，也很跳跃，很活跃，还有很多，比如说二人转的旋律，他们都有，他们唱的比较洋气一些。我唱的这就比较传统一些，这是我们俩不一样的啊，风格不一样。哎，您各位也都尝尝啊，那就那您先来吧。那我先来吧，好不好？我先来吧。你唱完，观众要是一翻脸，我好跑啊。你们好，跑。对对对，我好跑，说就给你开门去啊。不是，先给我起个调，先给我起个调。唱什么调门啊？嗨C啊，行，可以。多嗨都给你给塞进去啊。多嗨都给你塞。行吗？我出哎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好，再来。低不低啊？不低啊？不低，可以。不低啊，行。我出门3天有两，有点低。我就有点低哎，等会儿别拉，别拉了，你孩子，行了，低、啊、低点，咱们给它涨点，涨点，涨点，涨点啊！因为这个好涨吗？好涨，好涨，好涨，没问题啊！嗯，我出门3天有2晌哎，
下水心肝肺哟，连帽带草两的宽哎，虽然老了我心欢颤啊，杀猪的赛过状元了。哎呦，跟刚才不一个调是吧？啊，哎呦，没想到，真是啊，都高了，高了，高了，玩我？没，这个，真是那句老话说的对哈、啊，这个驮老婆高升，真是。这跟老婆有什么关系啊？就真行，我没想到。我前些日子我们录那个《欢乐喜剧人》的时候，在后台我听他说啊，昨天哑，一直没好。又拍戏干嘛的？调门不够，挺难受的。就是您喝出去了，哥啊，来喝出去了。我也别太高，我就和点吧啊。我来，咱们我唱一个，唱一《流云达姆》，我也唱什么就六句八句就够啊。来。你说比古今比。有句古人说端详，昔日有过小寒心，九里山前火埋了娘，九里山前火埋了母，后来做了三齐王，别看我刘云能打木，我后来一定做皇上，我若登基做了爹，高升妈你就是啊兄弟，你真行！你这嗓门啊，这家伙赶上叫驴了都。哎，你夸我这是、啊，特别亮。俩是一个叫驴，一个驮老婆啊。嗯、咱俩搭着一块上庙会上唱去吧，准挣钱、啊嗯。得嘞，得嘞，谢谢你，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您辛苦了，您辛苦了，谢谢你们。他们都走了，行，别客气了啊，咱找机会咱们来出全的好不好？行，可以啊，小月。哎，会了吗？我学他干什么？我来啊？不是你不让我上来，不让你不学评剧吗？我不学。你不学让我上来干啥呀？哎，他就是玩你。嗯、没事。哎哎呀，不怎么样？仗着腿短，踢着不疼。啊、踢那么高，踢我腿肚子上。